大家好，我是老船长，感谢各位啊，每天收看小弟的节目，当然要给大家一些回馈啊，所以呢，请你啊，等一下有空的时候啊，对，到我的 LINE 输入168，你就会看到一档股票，这一档股票不收费啊，直接送给你。好，老船长啊，这什么样的股票？之前大家记不记得我坐在这边，我跟大家报告，我说哦，真的哦，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哦，那个时候我就举一档股票，叫做2888的什么星光金，各位记不记得？哎，老船长，刚才屋呢？好，我说这个星光金，各位记不记得？那时候在9块多，哎，对，好，星光金那时候在这边9块多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它一定会到10块以上，是最基本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由亏转盈，有没有？第一季它变成赚2毛，之前呢都是亏损大王啊。我说金融股啊，由亏转盈至少要票面10块钱以上，我有没有讲？那时候才9块多，我说你闭着眼睛买，躺着买，倒立着买，甚至押房子买，我都敢告诉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10块钱叫做基本嘛。那倒过来想，如果一个金控公司一天到晚亏损，常年亏损，它的票面10块钱一定会跌破嘛，对不对？那好不容易星光金控，我那时候不跟你讲吗？那个吴东进下台之后啊，换了新的团队，对不对？好像吴东亮他们嘛，上来哦，大力的整顿，所以让它由亏转盈，这是有一个过程在的。我那时候是跟你们讲，我说你要注意这一档哈，10块钱以上，然后10块钱以上，我说会到哪里？各位记不记得？我说由亏转盈，看你要盈到哪里啊？那时候我是拿了几家金控公司的股价来跟星光金比，对啊，然后我比完了，结果我告诉你们说，那几家都在15块，啊，星光金控不会输给他们。所以我说星光金控是有可能来到15块的哦。啊，今天多少？哦，今天喷出去的哈，11块多，距离15块还有一段距离。好，那当然啦，有些朋友你不敢追没有关系。所以今天你看到小弟的节目，我说你啊，来 LINE 输入168哦，我跟你讲另外一家金融股哦，啊，这家金融股啊，它第一季赚的比星光金哦3倍。哎，星光金控常年亏损，第一季变成赚2毛哦。啊，我今天要送你的这一档哦，是怎么样？哎，也是常年亏损，第一季赚6毛，哇，更厉害啊！那老船长，那股价是不是已经很高了？10块钱以上了？没有哦，第一个10块钱以下，而且下非常多啊。换句话说啊，挖到宝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节目上我不公开讲。我要请你到 LINE 来索取资料，但是我强调这是不用钱的啊。那为什么不用钱呢？感谢大家啊来收看小弟的节目，尤其上个礼拜啊，个人呢身体微恙啊，很不舒服啊。那节目的这个录制方面呢，有的时候会请假，那么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。那现在呢，小弟恢复精神了啊。第一件事情想到就是我要先回馈一下有。哎，对，一直来支持小弟的这些观众朋友啊，那你们放心的到我的 LINE 拿了这一档之后呢啊，当然啦，它在你买的张数上面有所限制啊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就先抓票面10块，你就赚翻了啦，因为距离票面10块啊，那个获利的至少2-3成起跳。那以后呢，由亏转盈，盈到哪里？就像星光金控，对不对？跟其他家来比的话，都15块，我们说过了嘛。之前我就跟大家报告过了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看我节目都有印象，就算你没有印象，你到我的 LINE 里面去看，看看我之前有没有讲星光金，证据都还在上面，对吧？好啊，今天这一档不要给它跑掉咯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那这个行情呢、啊，为什么我侧标、弄了个猪脑袋？哎。猪脑袋买股票哈，早上买完了，收盘了、啊，看这边，哎，对，要叫救护车了。哦咦，哎，为什么？我问大家哈，你早上跑去买股票，啊，买完以后收盘一看，
你当天就赔了20%，请问要不要叫救护车啊？哎，这个是一定要的，哪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一天赔20%，好，那这一档是何许人也呢？啊，就是这几天我住在这边，哪怕我生病了，我都要大力疾呼啊，说千万不要去玩这一只股票。我说这一档股票它是叫做常年亏损，亏损大王中的大王啊，对不对？我管你有什么题材啊，各位千万不要去玩这档股票，万一你成了最后一个猪脑袋啊，那你就惨了。我坐在这边，我有没有一直讲？哎，老船长到底是哪一档？你先不要管嘛，啊，哎，有哦，最近你好像一直在强调一档股票哦，啊，那个股票哈，别的财经台哈，啊，主播跟那个来宾哦连线哦，都在吹捧哇，说这只股票不得了，大翻身啦，有题材怎么样？啊，看完了全国的投顾节目，只有你一个股海老船长，叫大家千万不要去玩，否则成为最后一只猪脑袋会很惨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这一只股票就是，哎，对，全台湾现在最标的哈，最近最标的这一只啊，莱德，大家是不是应该先给小弟一个掌声呢？我的节目全国我独排众议啊，只有我一个分析师哦，一位哦，没有第二位哦。在莱德飙涨的时候，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跳出来跟大家说，千万不要去玩这个股票，因为我怕你怎么样，成为最后一只猪脑袋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谁可以保护你？没有人可以保护你。我说过，除了我以外。啊，你不要指望主管机关会保护你。你今年几岁了？你要靠主管机关保护你，你早就输死了，对不对？他顶多告诉你，这现在变警示股了，啊，有些警示股还继续飙啊，国家认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心动。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是鬼遮眼，啊，要不然心就被魔鬼占据了。哈，老船长，你懂什么？人家莱德现在脱胎换骨了。哦，很好，来，早上开盘跳空涨停锁还是用那一招，然后呢，你知道他今天涨停板到了多少货吗？我给你看哦，来，20936张，啊，主力爽爽到了20000多张给这些猪脑袋，你追得很爽，对不对？啊，早上买完之后呢，咻，捧戏啊。10%、20%，对，没有错啊。到收盘你就是爽爽的，怎么样？嘿嘿，赔20%，看到没有？嗯，一天就送你2只啊。这种有量都左手丢给右手做出来的，今天全国还有没有人敢讲莱德好？前几天在飙的时候，有哪一个分析师，你告诉我敢坐在这边公然的讲，不要去碰莱德啊，小心怎么上去怎么下来，你成为最后一只猪脑袋啊，有没有？也只有我。所以你看我的节目，表示你是一个心术比较正的人，你是正派的人，你喜欢开大门走正路，对不对？那种邪派的，啊，都不看我节目，没关系啊，让他们去吧。所以我相信，就算我现在坐在这边讲，应该我的观众里面没有人是最后一只猪脑袋，啊。如果有，就是2个字送你，活该。因为我的节目讲得很清楚，我在他跳空涨停锁住买不到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一只股票根本是炒作，哪有什么基本面、压本面、科学面、牛肉面？还什么题材，少来这一套。更好笑的是，当初莱德在涨停锁，很多人买不到，跑去买中环，你说好不好笑？笑死，中环人家莱德有主力炒，中环没有，直接摔死啊！啊，这一套都是几万张的，这表示台湾有很多的投资人哦，是心术不正的，也因为这样子。所以才会有这种左手丢给右手，然后炒题材，然后来怎么最后怎么样，在高档，你看涨停板来得棒，今天到2万张出来，让你们怎么样，哎，通通都买得到。
那今天我讲是 20% 没有错，两根跌停，你早上去买的涨停板收跌停锁，对不对？那万一明天再跌停锁呢？三只啊，后天再跌停锁呢？哼，老船长你不要吓我，心脏不好，那是你咎由自取啊。我觉得来股票市场啊，你就是老老实实的投资，你不要每天想着一夜致富啊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投资好的股票也会遇到一些倒霉的事，那我今天就会讲，那就所谓的阿斗，这个立委王世坚委员说的裕隆汽车阿斗，我今天会再一次印证，我从上上礼拜就警告裕隆要杀融资，你看准不准？当然那下半段节目我会再来说。那除了莱德之外，还有一个3050呢，这家伙叫裕德，莱德的子公司啊，如出一辙，看到没？也是快涨停了，赶快啊，来不及了。细啊，这个大概也是18%起跳，舒服啊，4万多张，看到没有？喜欢玩嘛，一次送你18%，要不要去玩这种股票啊？第一季赚0.42%，哇，好棒棒，对不对？好会飙哦。我只要看到是莱德集团的股票，我都不会去玩啊。里面还有一只莱宝啊，当然有机会我就讲，没有时间我就不讲。什么裕德啊、莱宝、莱德都一样嘛啊，导播。股海茫茫，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，股海老船长。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 团队，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。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 AI 智慧系统，方向清楚，掌握致富关键。固德投顾老船长是您股海中的一盏明灯。固德投顾咨询电话：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您的理财专家固德投顾，我们拥有一流证券期货分析师阵容，多空双向操作，为您累积财富。金融市场诡谲多变，您需要更全瞻、更专业的团队，带领您避开风险，再创财富巅峰。固德投顾洽询电话：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《股动乾坤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8104莱宝，有没有？是不是都一样？啊？哇，好会飙哦，对不对？公司赚多少钱？赚鸭蛋啊！第一季只有赚0.01，笑死了。去年亏了一裤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全部套死啊！今天套多少张？啊，3900不多了啊。但是怎么样？很多散户都套死在里面啊，来宝啦啊，刚才我讲的裕德啦啊，莱德啦，都一样啊。只要是他们集团的股票，我建议 你都不要玩，不要碰。这样各位懂意思吧？我在股市很久了，什么样的公司你不要去碰就对了啊。然后另外我们再看几档股票啊，比如说5484，哦。这一次今天就不错啊，有没有？从头给你锁到尾啊。那为什么讲一下会友呢？各位注意哦，它是100块钱的股票哦，今天直接关门放狗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看哦，公司第一季赚鸭蛋，过去也都是赚鸭蛋啊，股票可以炒到100多块，这根本是乱来嘛。这股本6.多亿啊，我是主管机关，我就来查到底是谁。这你看，很不很夸张？天天涨停锁，这都假的，不要相信啊，打叉这没有人赚得到，这假的哈。等你买到的时候就差不多挂掉了，懂吗？不要去玩这样的股票。
你就是亏损公司啊，你凭什么100块？如果每一个投资人都有像老船长这种基本观念，这个主力他左手丢个右手，怎么炒都没有用了，到最后炒完就发现没有人跟，他就死了嘛。就是因为有很多贪心的投资人啊，不脚踏实地，才会有这些不法分子的空间呢。好，来，我们再看这个4562啊，各位看一样啊，这个隐汉也，你看都是小股本，对不对？都是小股本啊，也是锁得很稳。他们都会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赚鸭蛋了，公司赚鸭蛋，看到没有？哦，你今天跑去买这种股票，昨天还有40000多张的量，啊，今天都跑不掉了啊，有没有？只剩4000多张了。这叫咎由自取啊！去买这种公司有没有？公司没有赚半毛钱，今天跌停锁还有64.9块，你说夸不夸张嘛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都不要怪别人，怪自己，活该啊！来8071，哎，看到没有？能帅啊，网通，哈哈，这个很好笑啊！哈，这股本有没有？第一个小股本准不准？哎，老船长真的耶，然后一定是亏损公司。看到没有？哎，对，就让散户死在里面了。这10000多张，哎，不要乱来哦。这10000多张啊，早上还开高哦，还跟真的一样哦。这一输就是15%哦，你买在这里的输15%哦，有没有很舒服？舒服了啊，对不对？这边有投顾老师表演了啊，你看看这股票多棒，哪里棒啊？公司赚鸭蛋哪里棒啊？对不对？好，这样你们看我节目，慢慢你就会避开很多的陷阱，哦，这样你才可以在股市活久一点。好，来3313啊，3313啊，3313何许人也啊？匪城，好不好？今天送你一个大黑棒，有没有？我特别要讲的就是，你看啊，它开在这么高哦，啊，开在5-6%之上哦，然后跌停锁死，啊，公司有没有赚钱？有，公司有赚钱啊。公司有赚钱，照样，哦，那平常我们会不会去讲匪城这种股票？不会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尽量避开小股本的股票，哦，它很容易就怎么样，给你冲高，然后直接打跌停锁，因为股本小嘛，主力它好操作，哪怕匪城公司有赚钱呢，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尽量避开一些小型的股票，哦，你把我的话记住就对了，哦。台积电会不会这样？哇，开半只以上，然后收跌停锁，不会嘛？这样各位了解意思了吧？好，那么我们再看最后一档好了，3498，来3498，哈，啊，这个是一样了啊，都一定是小股本哈。阳城这也是出了名的喜欢炒的股票嘛，哈，公司也是固定赚鸭蛋，看到没有啊？今天很舒服了，对不对啊？关门放狗，对不对？昨天还有17000的量哦。很多投资人都死在这种股票啊，这种股票都是投顾老师叫的，啊，这个阳城有没有？这边投顾老师一定表演嘛，对不对？表演完了，跟主力配合完了之后往下杀，倒霉的就他的会员全部都套在这里。然后今天的节目绝对看不到有投顾老师讲阳城啊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啊，我相信如果你有这种遭遇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早就知道你的老师是金光党。好，你参加只要其实不用一个月，半个月你就知道，每天叫5到10档，哪有老船长你鬼扯，我的老师啊，一天啊顶多叫一档而已，对，因为他会员分10组，每一组他都叫一档，所以他今天叫了10档啊，里面有表现的在节目上骗，那你是第一组的，你看奇怪，老师今天讲这只涨停我怎么没有打电话到投顾公司抗议，他们就说那我帮你换到那一组去就好了。那你当初参加投顾的时候，你签合约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告诉你说我会员要分10组？没有嘛？他们就是用这种诈骗的模式，到现在还是。现在整个投顾业用这一招诈骗的几乎都还在做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。我会员只有一组，没有分十组的。好，分十组这种很多组老师我都觉得应该要下地狱了。好，你们这样子去骗人家的爸爸妈妈，因为参加投顾很多都是年纪大的长者。啊，你们自己也有爸爸妈妈，你自己的爸爸妈妈被人家这样骗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作何感想。啊，别人的爸爸妈妈死就算了，对不对？我自己爸爸妈妈好啊，我孝顺他们就可以了。你放心啦，你的业障很重，这不是孝顺啦。我相信你的爸爸妈妈
知道你的钱是骗来的啊，然后你拿骗来的钱来孝顺他们，他们会觉得是很大的耻辱了。啊，不要以为你现在过得风生水起就了不起，懂吗？好，那我现在要讲一下，就是最近啊，美国股市哪一档股票可以说几乎是最强、最大只里面最强的，就是特斯拉，飙翻天了。台湾有一个特斯拉叫裕隆汽车，啊，对，往下飙翻了，啊，人家美国的特斯拉股票最近是这样飙上去啊，按你裕隆台湾特斯拉是往下飙啊，好，为什么？我讲过，这里都还没有电动车，都是一个梦而已。但跌到最深的这个钢板区，我认为不会破。结果它破下来，我第一时间就跟观众说，这个不能破，为什么？有电动车之后，你这边还居然还可以破，这边没有电动车哦，啊，这里有电动车，你还可以破，为什么？我们就研究了，我说它的融资打死不退31000张，不退就是不退，所以主力要修理这些融资。我在上上礼拜我已经提出警告，上上礼拜哦，我说你有买融资的你要小心哦。你很可能会断头哦。你说我不卖，不卖证券金融公司帮你卖。老船长真的这么残忍吗？我在股市这么多年，我是好心啊。哦、因为现在有裕隆汽车的大概就看我的节目而已，别人不会去讲嘛、哦。那我就跟你讲、哦、你用现股买的你就不要理他。哪怕他灌破60块、哦、那是要杀融资哦。他灌破60块、哦、老船长我怕死，我融资买的、哦、那没关没办法，你不听劝就算了、哦、他灌破60块的时候你注意哦，你不要怕，只要我们去观察、哎、每天收盘后晚上9点半看、哦、融资大减的话，那我可以告诉你他会进行强力的 V 型反转、哦、换句话说、哦、他如果往这边灌下去，有没有？他未来会很快速的 V 型反转上来。哦、你们可以等着看，如果他走的方式是要怎么样破底，让这些融资断头的话，那未来上去的速度会很快。所以你现股买的你都不要怕，你给他摆着就好。因为裕隆其实他现在的收盘价已经是超跌了。为什么？他好歹人家去年赚多少？去年赚 4.63 呢、欸啊。老船拿第一季衰退，我跟你讲，他今年第一季衰退，他今年还是有5块钱的。这我们以前都分析过，不用再解释。我相信法人都已经写出报告来，都已经认同了，今年至少5块。啊，你看它的本益比嘛，现在才12倍多嘛，连13倍都不到。所以裕隆汽车现在是超跌，但是超跌呢，它还要跌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融资在31000张打死不退。我给各位看一下啊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融资余额。好，来，老船长讲话你要听了啊、哦，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打死不退，31000张。就是不退哦，所以他这边往下灌，灌到5字头的时候，我相信融资就会暴减，暴减之后 V 型反转，快速往上拉升。所以你现股买的，你不要三八跟着人家一起砍，你就给他摆着就好了，你就看戏。那融资买的，我已经从上上礼拜就警告了，你自己不在上上礼拜先砍，你要挥刀先自攻啊，你还可以卖在66、67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过了2个礼拜了，今天已经来到多少？63.2块，你融资不砍没关系，你自己不砍，到时候50几块，证券金融公司帮你砍、哦、我说过，虽然现在美国股市里面最大只最强的就是特斯拉飙翻天，那台湾的特斯拉现在可以说是裕隆汽车，但是我说过它的股价表现就是2个字阿斗，懂不懂？你看借券的肆无忌惮，6万张灌下去，就是打你怎么样，就赌你爬不起来，我就赌你公司不敢实施库藏股，6万张这样打下去，对不对？很残忍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，这就是股票市场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说，你有裕隆汽车的啊，你有现股买的，你来找我啊。包括你有鸿华先进也是一样啊。今天记得哦，要去索取这一档哦，啊，这一档是免费送你，让你赚个够，好不好？那感谢各位收看小弟的节目哈，不要去买这些像我车标写这些投机的股票，哦。早晚你夜路走多了，真的会遇到鬼哦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收看，记得帮我按赞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